然后这个是修上人的。 Okay, just for the big wheel here. 这是修上了，然后呢，这里可以走。OK。然后这个是修导轮的，这个上下刀，然后修导轮。然后这个就是松开这个。 然后呢，就把这一个拧紧，拧紧的话就把这个，把自己一个向后，然后松开这个，把脖颈这个，然后这个也可以进刀，这个是微调。 料的大小，然后要换这个刀板的厚度，然后这个大料就装这个小料不行，就装这个大的厚的拖把，小料就装这个换这种小。这个刀把可以拆的。OK, can switch out. 可以拆掉，换一个是吧？对对对。啊。 碰到了，它就会冲过去了。你量好这个起放，如果锥度不对，然后再进刀。 然后再放有料，不断的有料的话，它就会自动送料。然后调这个快一点，然后它料通过就快一点。
Koyma.